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念啊。咁咧，而家大家见到啦，其实我一早有齐晒五只机械兽嘅，进化到最终阶噶啦。咁上年已经有噶啦。咁而家嚟紧 7.2 版本咧，呢个机械兽有得合体喎。咁神魔官方就为咗配合呢样嘢咧，就复刻呢个机械兽关卡嘅。上个礼拜就一关打碎火木三隻啦，今个礼拜就一次过打光暗两隻啦。咁其实我打嚟都系为咗拎二力法眼，同埋俾大家睇一睇个关卡嘅啫。咁用咩队打呢？大家都见到啦，最左边个画面嗰度已经见到我队常用嘅光熙队。咁就系咁啦，入去。其实呢队因为满技嘅关系咧，就唔使点储嘅，十 CD 就得啦。求其储几 round 跟住转落去啦。佢系六个 battle 嘅，咁即系储四回合，跟住就可以剪噶啦。大家期唔期待机械兽啊？其实我就几期待合体嘅，因为机械兽废咗咁耐，点都要劲翻一次噶。就好似所有队都系咧，总会有劲嘅时候，亦都有废嘅时候。就例如光熙队啦，喺以前嚟讲咧，啲人觉得好废。到後期而家啦，就已經幾乎係攻擊力最強嘅隊伍。咁當然同嗰啲精獸嗰啲冇得比啦，雜色真傷全隊都真傷，淨係只靠只精獸打。咁嗰啲其實都唔可以持續咁輸出啦。如果淨係講持續輸出嘅話，最強應該係光氣隊。就是因为有这个老西法和解放光炎的关系。咦？咦未有技喎，我咪计错咗啊？点解咁嘅？哦，咁两秒转珠仲要，有齐呢个快。好，咁而家有技啦，咁就。反正咧，佢两只同 CD 嘅话，一定秒噶啦，冇心思都冇所谓噶。咦唔系喎，哎呀，开错技啦，冇得开 CD。
近排都好少认真转珠啦，都系擦肥料求其转，有少少生疏咗。对于呢个两秒转珠，再加埋拼图盾，真系几难噶。我想做咩？冇啦。咁好啦，今次影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嘅影片嘅话咧，可以 like 我。如果希望见到同类型嘅影片咧，就记住订阅我啦。拜拜。